家到了。那我走了。你手不放开，我要怎么走？明明就是你拉住我的手。怀孕了，可是你不是卵巢功能障碍不易受孕吗？对呀，医学界的奇迹发生了，我们去买乐透。当然，当然要买，怎么能错过这种乐透的机会？在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的人生宗旨一直就是游戏人间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。那孩子的爸爸呢？他知道吗？那是我自己的事情。马克没有必要知道。马克，我到现在甚至都还没有想清楚，我到底该不该生下这个孩子。这或许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的机会。是，如果你打算放弃，我会陪你一起去医院做手术，然后照顾你到康复。但又如果你决定生下来，我会是你最强大的后盾。就等你一句话。